护身的心是感动的，念佛的心是平静的，护持的心是感恩的。生命电视与您心心相系。接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语。先把经文啊念一遍。婆罗那弥多罗尼子，即从坐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恐劫来，辩才无碍，先说苦空，深达实相，如是乃至恒沙如来秘密法门。”我以种种微妙开示，都无所谓。世尊自我由大辩才，以音声轮呢教我发扬。我以佛前诸佛转轮，因师子侯成阿罗汉。世尊应我说法无上，佛问圆通，我以法音降伏魔怨，消灭诸漏，实为第一。这是富罗诺啊，富罗诺尊者，他修由说法辩才，由此断烦恼而证到出世间的圣果。富罗诺弥多罗尼子，这是尊者的名字啊，而是连父母而成就他的名字。富罗诺翻成中国话是满愿，满圆满的满，满愿啊。弥多罗尼是慈尼，慈悲的慈，慈尼是他母亲的名字，他父亲叫做满愿，简称就是满啊。他母亲叫做慈尼，简称就是慈，他是满愿慈尼的儿子，所以叫做弥多罗尼子。子就是指富罗诺本人啊，这是他父亲母亲的名字连起来做他的名字，简单就称他叫做满慈子。满慈子把父亲的名字拿一个满字，母亲的名字拿一个慈字，就叫做满慈子。佛的十大弟子当中，富罗诺是说法第一。这一部经啊，前面讲到第四卷的开头就有富罗诺的那一章，关于富罗诺的他的情况在前面也已经讲过，不必再细说，现在只是按照他自己说怎么样子证到圆通的境界啊，顺着文字来做说明。富罗诺看到前面南陀的话说完了啊，然后他就从他的座位起来，出来到释迦牟尼佛的法座前，向佛顶礼啊，顶礼到佛的足下，然后禀白于释迦牟尼佛说：“我恐劫来呀，辩才无碍。”富罗诺不是这一生才是辩才无碍，而是多生多劫修来的，过去多生多劫他都是辩才啊，没有这个障碍，就是四无碍变具备啊。狂就是久远啊，婆罗那说我从久远界来呀，生生世世都得无碍变才。这个无碍变才呀，就是四无碍变：第一，法无碍变；第二，
义无碍变，第三慈无碍变，第四要说无碍变，这个叫做四无碍变才。法无碍变才就是通达一切法，无法不通啊，博通三藏，一切法了了明白，这就是法无碍变。义无碍变，义是意义，一法里面能够发挥无量无边的意义啊，一法具无量义啊，所以华严经里面说一中解无量，无量中解义啊，一法能解成无量法的道理啊，无量又收归一法，万法归一啊，这样子变才无碍，一法能解成无量义，所以叫做义无碍变。像智者大师九旬谈妙妙法莲华经五个字，他讲了90天啊，那么这就是义无碍变，持一句法发挥无量意义啊，就是义无碍变。这两种只要在佛法上通达了啊，能够一字一义里面发挥无量义，这就是法无碍变，义无碍变。第三的慈无碍变呢，慈是言慈，对言慈的无碍啊，这就要有说话的啊，这个天才哦啊，有人能够懂得6个国家的话，甚至10个国家的话，他都能讲，这是词啊，这个不容易的啊。一个人自己的母语会讲，再学个3-2种已经是差不多了，要懂很多种话，言辞都能这个发挥，这个很不容易啊。像我来说顶多只有3种啦啊，我的母语客家话啊，那么台湾如果不懂闽南话，不要讲好了，还是不行的，所以还是要学习啊，讲台语，实际上是闽南话。那么会讲客家话、闽南话2种了啊。那么现在所谓国语是北京话啊，这个国语会讲，那么顶多只有这3种，其他的我就不会了。我不敢出国，到外国去啊。好像才没修讲了，为什么？那个贪怀下以后，好像、啊、豆菜一样的那个啊 ABC 我不懂。那么如果那些字你看不懂啊，那等于是没有受教育一样，等于没有读书啊，跟文盲相同。所以我不敢出国，老实说我不但没有出国呀，我根本没有出过海耶。怎么没有出过海呀、啊？连澎湖我也没去过，啊，台湾的附近的离岛啊，我都没去过。不但离岛没有去过，连啊这个中横公路啊，我都没有经过，苏花公路我都没有经过。我真是井中蛙了，降肚蛤蟆，井中蛙。那么直男东这两三种话，我在台湾还可以呀、啊，啊。该讲国语的就讲国语吧。哦，现在讲国语很方便了，因为过去一段时间呢、啊，在学校里不准自己讲自己的话，所以弄得现在闽南话的人也不会讲自己的话，客家话的人也不会讲客家话，所以有客家人搬到美国去啊，啊、他的儿子就说，这是爸爸的话，慢慢老了，他的孙子就说这是阿公的话。将来他的阿公死了，就是那是鬼话，客家话变成鬼话，天大的笑话，啊、所以啊，我们对这个语言啊，这个是词方面，能够普遍通达很不容易。那么一个人一个口只能讲一种话，也不可能都什么话都讲。释迦牟尼佛说法就不是这样子了，佛以一言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哎，佛只用他的一种话讲，
可是闽南人听到是闽南话，客家人听到是客家话，北京人听到是北京话，英国人听到是英国话，美国人听到是美国话，这么远，这个叫做一音圆烟说法啊，这个是圆音，圆满的音。众生随类各得解，哪一类众生就了解哪一类的声音，这个叫做慈无爱变。这种慈无爱变只有成佛才有，佛罗诺有没有具备我们不得而知啊，佛是一定有的。这是第三慈无爱变。第四啊，要说无爱变，爱要说法啊，喜欢讲，这个很重要。你虽然是金轮满腹，懂得很多佛法，可是你不愿意讲，或者人家请你讲有条件，这都不是办法。各位记得前面讲过的盘陀切，盘陀切为什么拢成那么钝根，就是因为他过去生啊做三藏法师，价值很高，人家请他说法条件很多，不愿意讲，结果拢成自己变成钝根人啊，不会说法啊，这就是有法不肯说犯的毛病。要说，肯说，愿意说，无条件的说，做不请之由啊。我从前亲近慈航老法师啊，他经常说，没有人请我们上学要去讲，何况有人请了你更需要讲啊。所以因此这股喜欢说法，这个叫做要说无碍变。我所亲近过的所有高僧大德，我认为慈老真正做到这一点。他民国37年刚到台湾，在中立圆光寺办学的时候，他一个人唱独角戏啊，他一天教了8节课，他照样教啊。那么而且他并不会累，越讲声音越大，我们多讲一段时间呢，声音沙哑了，讲不出来了，他不会，越讲声音越响亮，他就有这个本事。所以我说要说无外变，别的我不知道，慈老真做到了啊。因为他精神好，身体健康，声音响亮，犹如洪钟，所以一天讲到完了他都没有停啊。那么佛罗诺生生世世都是具足这个四无碍变啊。那么具备这个四无碍变，不是单今生，是过去久远以来都是如此。那么具备无碍变做什么呢？说法，说什么？经文说宣说苦空深达实相啊，要深深通达这个实相的妙理啊，对于这个声闻法的苦空无常无我，由此而说明到苦这个诸法实相的妙理啊。佛罗诺以他的无碍辩才来做说法的工作，所以他宣说苦空深达实相。怎么宣说苦空深达实相啊？先说苦空啊，是站在他的声闻法的立场讲，先是先言，说是讲，说讲什么？讲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的这个三法印，声闻法的三法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啊。这个诸行无常诸法无我里面就是波离苦空啊，四谛法的第一就是苦谛，要知苦才能断机，目灭才能修道啊。那么所以学佛呀，第一要先了解这个世间是苦的啊。所以法华经说三界无岸犹如火灾，众苦充满生活不畏。那么如果不知道苦啊，不会求解脱。所以世间人啊，
没有碰到苦境，很难发心。那些这个生活情况良好啊，家里样样俱备，没有什么缺少，很享福很享受的那一种人，您劝他学佛呀，他说你们才要学呀，你们应当要修啊，啊，我是前生修来了，我现在应当享受了，我为什么要跟你们修？他们会这样讲。他们没有吃到苦头的时候，你跟他说苦他不相信，他说我蛮好啊，哎，吃的山珍海味啊，住的高楼大厦，哎，穿的绫罗绸缎，哪里有不好啊？你们这些穷鬼子就该修了。嗯，可能他们都会这样说。所以人如果没有经过苦的磨练，他不会发心，因此他要宣说这个世间是苦的，不但是苦啊，一切是空的啊，没有一法久长的，哪一个不是空的？哪一个有实体啊？空不是没有，世间人把空往往误会以为是没有了，空空啊，拢无啊，空空如也，以为是没有了才空。佛法讲空不是如此，所谓空啊，说明万法没有自性，没有实体，法法都无自性无实体，因缘所生，所以叫它是空，不是说没有才空啊。那么说明这个诸行无常之理不离苦空，诸法无我之理也不离苦空。站在生闻的立场，要知空知苦断集啊，目灭修道，然后才能够断烦恼了生死，而超出三界，证到涅槃几经三法印。大乘佛法菩萨道只有一个法印，诸法实相，以实相印印定一切法，法皆是实相。实相因为这个一切法没有实体呀，相不可得，所以实相无相。实相之体是无形无相的，例如我们的真心离体有相吗？啊，所以初祖跟二祖啊，慧可禅师，慧可断悲求法，心里很痛，很难，很难过，很受苦，那么因此心里不安，要求初祖达摩说我心不安了，请祖师帮我安心啊。达摩祖师马上伸出手来，将心来与你安，你把心拿出来，我看看什么地方不安，我帮你安。这个时候慧可禅师密心了不可得，找不到心的这个实体，心无形无相啊，哪里有啊安不安可得啊？所以当下祖师就说与你安心静啊，啊，我已经帮你安心安好了。实相本来无相，真如自性本来就是空，在起信论里面说得非常清楚啊。但是 无相中又能现一切相，无相无不相，万象皆从真如自性显现出来啊，离开真如自性没有一法苦的，所以无相之中又无不相啊，能现一切相。所以古人喜欢说真空不爱妙游啊，妙游不离真空啊，游空当体同聚啊，空不是没有啊，明白这个道理，诸法的实相就是如此啊。所以《法华经》里面对于诸法实相的理说得最清楚了啊，有实如是啊，所谓如是相，如是性，如是体，如是力，如是作啊，如是本，如是末，如是本啊，这个本末究竟等，这个叫做实如是。这个实如是里面显示诸法实相之意啊，所以对这个实如是显实相说得非常清楚，详细在《法华经》中说啊。那么这个富罗奴他能从这个声闻法的三法印中
从此回小向大，去向于佛国的诸法实相之理，所以叫做深达，由深的通达诸法实相之理，由世间苦空可以通达出世间究竟这个实相之理。楞严经前面三卷半经文都是说的诸法实相，如来藏妙真如性就是诸法实相，站在本经立场叫做如来藏妙真如性，站在法华经的立场就叫做诸法实相，在圆觉经叫做圆觉，这立名不同啊，含义相同啊。那么所以富罗奴他对这些道理彻底通达，如是乃至恒沙如来秘密法门呢、我以众中微妙开示，这无所谓。因此之故，像这个样子，我能够由苦空而通达实相的缘故，不但是释迦牟尼佛的法，乃至恒河沙数十方诸佛无量无边的法，这一切诸佛的法平等平等，我同样都能够详细的来说明。秘密法门，法门指佛所说的一切法，所谓八万四千法门为什么叫做秘密啊？不是怕人知道，而是众生没有办法体会，只有佛才能就近通达，因此叫做秘密。秘密不是不让人知，而是众生没有力量知道，因此叫做秘密。这个秘密佛很希望能够给众生，希望大家都能同证，所以叫做法门依法门修学可以证到佛的秘密你不修学这个秘密说也没有用因为这个东西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好像我们自己在喝这个水有多冷啊，多热呀，你不喝说不清楚，我说有多冷，几度几度，说不出来那么最好嘛，你自己喝一口，那你就知道这个水究竟多冷多冷多热所以这个秘密法门要亲证，修行可以证到，不是不让人知，而是希望你能够修证而得到了知。那么这些道理诸佛如来的妙法，我以众中微妙开示，富罗奴他善能说法，他在所有听众之中很尤为很奥妙的详细开导指示众生，这个法很细，所以叫做微，很细因为诸法不可见不可见，不是用眼睛看得到的，而它的妙是不可思议讲不出来的非常的奥妙。我从前在佛光山教书的时候有一位奥妙老师，他一开口讲话就是不离奥妙，您知道这个道理多奥妙吗？这个奥妙简直不得了的奥妙，奥妙又奥妙，奥得不得了的妙，他就是奥妙先生喜欢讲奥妙，三句话不离本行就是奥妙，因为他一堂课下来最少上千个奥妙。现在这个妙是不可思议，佛法的不可思议的妙理，富罗奴他都能够一一的宣示出来，让你了了明白由浅入深从浅的地方讲到深的地方，让你体会这个微妙的这个道理这样叫做开导指示，开导众生的心地，让他明白指示众生向这个门路往前进平常人喜欢对于法师们或者是高僧大德请开示，开示两个字谈何容易呀我到今天我也不敢说我会讲开示因为开是实住是实行那么物是实回向，肉是实地了，
法华经的开示悟入四个字就代表三贤十圣啊。那么如果没有达到初住以上说的话叫做开示，那是骗人的。他自己上欠人开示啊，怎么能开示人呢？初住以上的菩萨才敢说叫做开，还不说是。我们这些凡夫讲开示简直是笑话，自己还缺少人开示。嗯，所以这个开示两个字不能随便讲啊。可是现在人不是那么那个样子了，一切平等了啊，所以就不论这一套。而现在这个富罗诺他真正能够开示，能开示众生啊，所有最微妙的佛法深达思想的奥义，他都能够彻底明白的开导众生，让众生了解。而他在说法的时候啊，如狮子吼啊，不会有所不畏，都无所谓，是无所谓他都具备啊。他是无畏说法，不怕人家问难啊，不怕有什么问题，无论你问什么他都能够如法的答复啊，都能让人呢听得五体投地啊，心服口服。他有这个能力，所以他说法都无所谓。护持生命电视台就有如在护持十方三世一切佛法僧三宝，所以期望各位把生命电视台所听到的教法运用在您的内心里面，达到无我的空性，达到慈悲利益众生，更要随时收看随时护持生命电视台，就是护持三宝。护持账号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慈悲置业花莲中心特为病苦众生祈见21日药师法会，恭送药师经，持药师咒，每日点灯供水药供及甘露施食，恭请常住法师主法领咒。日期4月15日起至5月5日止，时间每日下午1:30开始，地点花莲中心，花莲市建国路160号，电话0383116730383116730，0383116730。敬请与会菩萨全程配合防疫保护措施。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台南分会诚征义工，联络电话0627166616或0627166612。
地点台南市永康区永大路2段345号。